大家好，现在我们来一起进行太极扇的学习交流，主要讲三方面内容：一、太极扇简介；二、太极扇基本技术；三、太极扇自选套路编排。 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太极扇运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内容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具有养生健身、修心养性、防身自卫、竞技比赛等多种功能。现今的太极扇运动。 已不受国界、地域、民族、宗教、门派等限制，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已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文化财富。2020年1月8日，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 宣布，将武术列为2026年达喀尔夏季青奥会比赛项目。武术项目包括男女长拳全能、长拳、棍术、男女太极拳全能、太极拳、太极扇。这是武术首次成为奥林匹克系列运动会。 正式比赛项目，为使太极扇运动更好地为世界人民服务，为人类的健康造福，国际武联根据国际武术发展的需要及竞赛的要求，制定了以下内容：一。 太极扇简介。首先，我们观看一下太极扇演练视频，使大家对太极扇自选套路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Thank you.
现在介绍武术竞赛礼仪。持扇礼，并步站立，左手持扇，屈臂抬起，使扇身贴前臂外侧，斜横于胸前，右手成掌，掌外沿附于左手食指根节，高于胸鳍，两手与胸部的距离为20至30厘米。太极扇比赛器械要求：扇长，扇长度约为运动员左手持扇根部，扇手朝上，扇手不低于运动员本人肘部。扇沿，扇面上端的弧形边沿不能高过扇骨顶端 1.5 厘米。太极扇组成部分包括扇沿、扇手、扇身、扇根、扇钉、扇面、扇骨、扇柄。二、太极扇基本技术。下面所讲的内容，八种扇法和三种步行扇式动作，是太极扇自选套路中必选扇式的动作内容，是必须出现在套路演练当中的。太极扇主要动作技术要求：一、开扇，扇面完全打开，两根扇大骨成一直线。好，我们看一下视频的演示。运动员在动作示范当中做了一个开扇。开扇的动作，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用好腰胯的整劲儿。二、合扇，两大扇骨合拢重叠。我们看一下动作示范。三、刺扇，合扇向前直出，臂于扇骨成一直线，力达扇骨顶端。四、挂扇，合扇立腕，由前向上、向后或向下、向后贴身成立圆绕环，力达上板。五、撩扇，由下向前上贴身成立圆立撩起，臂与扇大骨成一直线，力达
善言边。六，点扇。上板向前下点击，力达上板顶端外缘。七，劈扇。合扇由上向下轮劈，力达扇身。八，抛接扇。开扇抛离身体，扇子在空中旋转翻转不少于360度后，再接握下板。合扇抛离身体，扇子在空中翻转不少于180度后，再接握上板或下板。太极扇主要步行。一，弓步，一腿半蹲，大腿接近水平，脚尖微内扣，膝约于脚尖垂直，另一腿自然伸直，脚尖内扣，斜向前方，两脚全脚着地。二，瀑布，一腿全蹲，大腿和小腿靠紧，臀部接近小腿，膝与脚尖外展，另一腿平铺挺直，脚尖内扣，两脚全脚着地。三，虚步，一腿半蹲，另一腿屈膝前伸，前脚掌或脚跟虚点地面，身体重心落于后腿。太极扇基本技术要点：一、身形，松胯敛臀，含胸拔背，沉肩坠肘，虚灵顶劲，上旋下沉，中节疏松。二，身法，以腰为轴，带动四肢，上下相随，圆活完整，中正安舒，无过不及。三，眼法，动作转换，眼随上手，动作到位，平视远望，往下动作，目视前下方。四，呼吸法，身长细匀，呼吸自然，逆俯式呼吸配合太极扇式动作。五，技击法，动作体现武术攻防本质属性，运用踢、打、摔、拿和棚捋挤按、踩裂肘靠等技法及器械技法。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武术套路国际竞赛规则与裁判法关于太极扇类别名称及错误内容，包括手型、手法、身型、平衡、腿法、跳跃、步行、步法、器械方法的相关内容。那这个内容呢，大家在这个平时的训练中要依据规则，按照正确的要求完成太极扇式的动作，要避免错误，杜绝被扣分。
所以他这里面的一些要求呢，大家要在训练当中要依据规则，要参照正确的要求来完成动作。三，太极扇自选套路编排。太极扇套路完成时间，太极扇自选套路的完成时间为3至4分钟。太极扇比赛音乐规程要求，配乐的项目必须在音乐伴奏下进行比赛，音乐自备。太极扇自选套路内容规定，太极扇至少包括刺扇、挂扇、撩扇、点扇、劈扇、开扇、合扇和抛接扇等8种扇法，弓步、瀑布、虚步3种主要步型。太极扇自选套路的太极扇式动作包括必选扇式和备选扇式，类别主要有步型、步法、腿法、平衡、跳跃等结合扇法的内容。一、必选扇式。刺扇、挂扇、撩扇、点扇、劈扇、开扇、合扇和抛接扇8种扇法的太极扇式必须各选一式，也可多选。弓步、扑步、虚步3种主要步型的太极扇式为必选，起式和收式为必选。一、刺扇。我们现在是把太极扇式的一些动作做一个简单的动作示范的展示。青龙出水是弓步平刺，平刺还有传统的一些扇法和扇式，比如说野马跳涧、刺扇的一些内容，哪吒探海、岩手弓锤、宿鸟投林、仙人指路、金针指南、白猿献果、黄蜂入洞、韦陀献杵等。我们看一下这个宿鸟投林独立上刺的动作示范。好，挂扇。挂扇呢，必选的扇式有风动车轮、左右车轮、燕子啄泥等。我们现在看一下左右车轮的动作示范。燕子啄泥，撩扇，海底捞月，小魁星式、青龙摆尾等。我们再看一个动作示范，青龙摆尾，撤步撩扇。点扇，点扇有燕子啄泥、展翅点头、凤凰点头、
独立点扇，蜻蜓点水，左右车轮，蜻蜓点水。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燕子啄泥，弓步点扇。独立点扇，披扇，披扇有流星赶月、怪蟒翻身、乌龙摆尾、翻花舞袖、力披华山、探海式等太极扇式的必选动作。啊，我们看一下流星赶月。乌龙摆尾，开扇，开扇主要有果鞭炮、连珠炮、金刚倒坠、退步跨虎、单鞭、白鹤亮翅、伏虎式等扇式。好，我们看一下马步开扇、果鞭炮、连珠炮、根步开扇、开扇里面呢还有玉女穿梭、斜行以及乌龙翻身、黑熊翻背、贴身靠等扇式。我们再看一下贴身靠，啊，马步开扇，合扇，刚才做的是一个六风四壁的扇式动作，其中呢出现了剪万花和撩万花。我们先看一下剪万花，撩万花，下面我们讲一下抛接扇，合扇正抛接，合扇反抛接，开扇抛接，太极扇式的必选扇式还有起势和收势，起势，收势。收势呢有两种方式，还有一个收势是以指南针衔接收势，
下面我把太极扇自选套路内容规定的备选扇式给大家简要介绍。备选扇式有步行类，在这个当中呢，我们选择几个扇式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展示。拨草寻蛇、穿心肘、磨盘扇、叶底藏花、蒲布捧扇、蟹布开扇、独立晾扇、备选扇式的步法类、乌龙搅水、盖篮穿心、退步回抽、双震惊雷、云手、备选扇式的腿法、单拍脚、蹬脚、分脚、备选扇式的平衡类、后叉腿低势平衡、还有一种呢是不开扇的，跳跃类、二七脚、旋风脚180度、腾空百连、
太极扇自选套路编排原则。一、太极扇自选套路编排要在吸取各式太极拳和太极剑经典技术动作基础上，结合扇子的技法，遵循武术套路运动技术发展的规律和竞赛要求进行创编，不能出现非太极动作。所选择的太极扇式动作要突出武术的本质属性，包括踢、打、摔、拿和棚捋挤按、踩裂肘靠等技法及器械技法，必须有攻防技击的含义和技法，既要保持太极扇的传统性、技击性，又要有创新和发展。二、太极扇自选套路有无难度的，要有刺、挂、撩、点、劈、开扇、合扇、抛接扇八种主要扇法，攻、谱、虚三种主要步行，以及各种扇法、手法、步法等动作组成套路。这个太极扇无难度的自选套路，我们在介绍太极扇的时候观看了一个完整视频，我把呢太极扇无难度自选套路它的动作名称给大家展示一下。它所有的动作都取自太极拳、太极剑的经典技术动作，结合扇法进行表现，也都在我们的必选和备选扇式之中。三、太极扇自选套路有难度的自选套路要有刺、挂、撩、点、劈、开扇、合扇、抛接扇八种主要扇法，攻、谱、虚三种主要步行，可选择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太极剑39式的动作难度和连接难度，后叉腿的低势平衡、蹬脚、腾空飞脚加腾空摆连360度加叠叉、旋风脚180度加体系独立、后叉腿低势平衡加摆连拍脚转体180度呈体系独立，也可选择其他各类动作难度和连接难度及各种扇法、手法、步法等动作组成套路。太极扇的自选套路啊，有难度的有三种类型。第一是以第三套的太极剑的难度啊为选择的，这里呢也有一个动作名称展示给大家。我把这个套路呢也在这里进行动作示范。
这是选择了第三套的国际竞赛套路里面的难度所编排的一个自选套路，太极扇的。接下来呢，是太极扇自选套路有难度的女子的一个扇式的动作名称。这里面呢，主要是女子呢，她是腾空飞脚加腾空百连，它可以是450度加蝶刹。那这里呢，我们就看一个起势，另外呢，就是要看一下难度的一个选择。啊，其他的动作内容呢，基本上都是从必选扇式和备选扇式当中选取的。所以他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你比如说他的这个，就是衔接难度的这个过程。啊，450度蝶刹百连。那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可以选择相关的难度来完成它的套路编排。因为在太极扇的这个规则和规程当中呢，并没有要求你一定要选择相应的难度，但是这个呢，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啊。腿，起跳脚落地，所以女子运动员的这个难度选择呢，那就可以低一些啊。下面我们呢看一下太极扇自选套路有难度的类型啊，男子的技术录像。Thank you.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男子选手演练的太极扇自选套路，选择的是有难度的类型，其中的太极扇式的动作呢，也都是选自必选和备选的扇式动作，以及相关的平衡、腿法、跳跃啊等内容。四，太极扇是人手臂的延长体，练扇如练拳。太极扇自选套路需兼收各式，融为一体，内容丰富，动作规范，技术全面，风格突出，编排设计合理，组合形式多变，难度适中。动作布局巧妙，连接顺畅，具有竞技性和观赏性，充分体现太极扇动作中正圆活，扇法丰富，动静有序，快慢相间，刚柔相济及平和自然的运动特点。太极扇的动作数量、组别、时间等均要符合国际武术竞赛规则的要求，适于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的国际性武术比赛。此次的课之后，国际武联呢，将会把符合竞赛要求的各类太极扇式动作和套路演练视频及太极扇式动作的名称，在国际武联武术云课堂和国际武联太极扇项目系列视频上播放给大家观看。大家可结合个人情况选择太极扇式动作的内容，依照规则规程的要求在进行太极扇自选套路的编排。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世界冠军带来的太极扇自选套路的精彩展示。
好，在此呢，感谢国际武联，感谢参加视频拍摄的杜浩颖、冉千欣、卢卓林、卢向成等优秀运动员的辛勤付出。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Thank you.